唉，原来佢飞，原来飞得噶。总之我飞啦，我想飞。系啊，原来可以，原来女主角都走得噶。我真系唔知道，我以为唔飞得噶。我有啲朋友走咗噶啦，我谂住我都原来。你而家唔好走住啊！我不佢走咗啊，因为佢都走得，我依家走应该唔会闹我嘅，所以咩我所以美国咯，系啊，日本咯，因为有啲。因為 NBA 有啲季前賽咪啱啱咪打緊喺日本咧，係啊，咁啊屋企人又想食下嘢啊，咁樣行下咁都想啊，其實都每年而家都即係自從有 Jacko 之後，我都成日講即係簡簡單單，咁啊一號就同咗我班村民一齊過啦，即係定欣啊、阿 Ben 啊、炮哥啊佢哋，咁啊二號一定係留翻俾屋企噶啦，而家咁啊同埋媽咪簡簡單單食餐飯，即係最緊要我個仔喺度就得噶啦，係咪先？生日願望我希望《美麗戰場》同埋《超能使者》兩套劇都能夠有好嘅收視。